有逛爱马仕，所以我有点不知道那个那一款是哪一款，但是它是黑色的，对，中性。再点说要送你两个，我就一定会跟他拿。没有，因为我大热门没有得奖，所以还松一口气。因为他是说，如果大热门得的话，对，没错。所以他在刚在台下叫很大声，应该也是想说，耶，松一口气了，这样子。对呀、啊。那男朋友的钱给谁给？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说，我现在就是单身嘛。对啊，所以。我说，我一直跟大家说，我后来就单身了嘛。哦，对啊，厉害了，对不对？而且因为刚刚顺哥说了，他说有七个男友嘛，穿朋就好了。你没有男友，因为你还没来，我先撑场面了。对啊，那焦哥为什么没有来？没有，等下大家都是。有，等下去那边，对边呐，那边。没关系，都可以。人家鹿鹿是有得奖，我们是没有得奖，你不要站。没有关系，所以我们就过来一点就好了，不要听。没有啦，没有。单身是地下情还是本身？没有，就是单身。还是好朋友有没有传讯？都是，没有，因为就是都大家都是好朋友，大家都是好朋友嘛。对啊。所以好朋友有传简讯吗？好朋友有啊，刚刚汉典有传简讯给我啊，新哥有传简讯给我。我们马上第一时间就传简讯。而且我们明明人在旁边喽，但是我们下来就是真的是。就是最爱他们，一定要真的啦！你们去看他得奖的时候，我叫到已经，对不对？快漏尿了。你可以看一下重播。评审说你们只赢小 S 一票，因为你们就是节目够创新，然后你们又去访问四人，就是加起来谢谢。这样太危险。不行，我要问。不要。好了，乖。那些那边人讲这种话。等一下，他们只赢小 S 他们一票，意思说我们连第二名都没有。这样太危险。你不要听。飞太远。怎么了？输个痛苦呢？说今年是鼓励创新。OK 了。所以我们就是 OK 是传统综艺，传统对传统综艺的对啊，开心啦，有了看他得奖，有了真的这个我们在录影的时候在后台嘛就在聊嘛，哎，我这一次一定要把露露推上去，一定要得奖，是，那你又讲那个不吉利的话，那万一他得奖，那是跟别人得奖，那我们不是又犯规了吗？我有这样讲吗？有，我有吗？这样太危险，我的背太严。没关系啊，每年都辛苦你扛下。没事啦，有。Okay, 我们明年一定会再入围的，好不好？不，卷土重来。不哈，我觉得这一次也有一点小小的一个隐喻啦。你看，你跟我做大热门几年？九年，2013年。那九年通通没有得奖，一跟别人做节目，然后跟大热门还。红场禁足，大热门挂掉了，代表我让你委屈了，这样太危险。不要讲脏话，你不要讲，一定是我害了你，露露，你早就该得奖了啦，宪哥，你不要这样讲啦，你不止我，你不止害了他，你也害了我，啊，这样太危险，没有，我去试一试算了，你讲这种话，我要堵住你的嘴了，啊，堵，不。给我吞麦！冷静，爱你爱你。之前讲婚礼歌手超时助攻露露得奖，应该嘛是不至于。这位记者是有做功课的哦。没也不会啦，也不会真的不会唱，因为台湾的综艺节目啊，它慢慢朝向比较多元。对，那终究我们是常胜军的，你一定要有那个雅量。我刚刚在那个电子访问的媒体访问的时候，我讲了一句话，是真心话。我们老天爷已经给我们超过我们所应该要得到的。对，真的。那为什么我会跟娇娇质疑很多次？我们在现场的拥抱绝对是真心的。原因是什么？你们有没有发觉，今年最热闹的莫过于投票嘛？对不对？是不是有个 idea？我那么多年提出来的 idea 终于实现了，所以我今天是很高兴的。我没有得奖，但是我反而很高兴的，因为我们要感恩我们的观众，老天爷让我们养家活口有饭吃。对啊，所以那这没有关系的，好不好？
其他我回去我再写一篇文章。这样太危险。来感恩大家。对对，是是是是。好期待哦，好期待这篇文章哦。对啊对啊 ，OK 的 OK 的。我个人觉得今年的典礼又有点超时，现在就会觉得有点美中不足啊。这个就无关那个，我还是要强调，综艺跟戏剧是不能分开的，因为这一个奖不叫金钟奖哎，这叫电视金钟奖。电视里面有戏剧，有综艺，有什么什么什么，这个是个电视，所以你一定要把电视的综艺跟戏剧互相支撑。你说啊，不同品项的啊，就分开好了。好 ，OK。那我们的技术奖、摄影奖、导播奖、灯光奖、音响奖，要不要也分开一天呢、啊？不能分开的，这是电视金钟奖，有没有道理？然后呢？不是说综艺人哦不敬业，我们不坐在那一边。我讲真心话，帮我们打灯打了九年的综艺大热门，我们灯光师是谁，我们也不会知道啊。然后我们在那边要等待他得一个得奖，那不如另外去好了。下午就开始搬，搬搬搬搬搬到晚上，然后开始走红毯，然后我们把所有的内容把它精简集合在一起，才会集市集合在一起，集市集市吉利的事情才会吉利的事情，这个很重要啊！不可以，你把它拆两个。我告诉你哦，你脖子够硬哦，你就干脆哦，明年都不要改。我就说我佩服你。那我现在有个问题，就我们要在哪一个点唱？都要拍，每一个点都要唱。我已经找不到那个点要唱了，因为这是整段都太危险，整段就不好唱。所以你懂，你们慢慢。其实哦，也不会说，因为我们今年没有戏剧人马，对我们来讲哦，也是冷掉了一半。戏剧咖，我们有时候很久没见到面啊，谁？软三个都是戏剧。对对对，这样太危险。不，这个是跳行，crossover， 这个都没关系，他们是斜杠都 OK 的。但是明天再看戏剧的部分，比较没有综艺人，是不是也会生冷了一点呢？应该是互相陪衬的，我是这个意思，没有别的意义。那你们要就害怕。太长的话，你应该就是今天的下午2点就开始。我们有很多技术类的啊，或者比较冷的。如果艺人没有分大小牌的话，这就不叫演艺圈了。什么叫齐头点的平等？就是说，哎，通通是艺人，通通是歌手，我们一刀切，大家都一样。啊，周杰伦你也就是坐这个位置，蔡依林也坐这个位置。突然间来了个白嘉莉，你叫他坐最后吗？不是这样，所以他不是，他是最资深的。我们的前辈坐在那里，我们都接受。然后一个，大家这个伦理，这个是一个艺人界，这个是我们的大家庭，好不好？把它改回来吧，明年我们就一次把它办好，下午就开始走红毯，行礼如仪，好、哦、，OK。可以吗？下午2点吗？那个下午2点，早上3点可能就要来梳化了。对啊，对啊，你中午梳化不行吗？你这个鸟头要梳化都有，是一定可以的，对不对 ？OK 的 ，OK 啦，好、okay 哦，就这样，好不好？还有其他问题吗？看那个软三个戏剧人，看一下那个《很 OK， 但是因为综艺圈，尤其主持这个行当。是谁可长可久可远，这比较重要。但有新鲜朋友进来，我们都非常的欢迎。对，我看到杨贵妹，我认识那么多年，好朋友，看她得奖，我很开心。林柏宏也常来那个玩很大，玩很大。他跟林柏森又是表，您是表兄弟吗？没有，完全没有关系。有吧？您跟表兄弟长相是没关系的。对啊，怎么可能？啊，您不是有交过同年女朋友？没有。哦，这样我太危险。这时候唱就对了。所以大概是这样的，也祝福。对，那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行当里面做那么久了，对啊，你看做久了，最后终究会拿到一个奖励。点点，慢慢等一等 ，OK，、啊、好不好？这一次算限购害了。没有啦，哎、欸，我今天也是很开心，我完全没有任何的不愉快或什么。
因为能够参加金钟奖，我就已经很满足了。入围，我可以走红毯，我可以好好穿衣服。对，我难得帅一波嘛。还有一件事哦，我讲出来给媒体记者大家评评理。我有听到一些耳语，我们综艺人都不敬业，应该从头做到尾，不对的。各位，综艺节目的制作，对我们来讲，还有我们给观众的感受，我们是日常生活，每天都有。但是戏剧节目，很可能这个导演今年只导了这一部，你不从头做到尾，你要做到哪里？我们是这么多个节目，然后有入围没入围，然后我们要去关，我没入围这一项的，我去关心这一项谁得奖吗？你懂那意思吗？我们不是对他冷感，我们没得奖痛苦的要命，得奖的欢乐，对不对？就跟有小丑歌词里面所讲的，失败的痛苦，成功的鼓励，成功的鼓励，那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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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滴哒哒，就这样。他在讲中间那两句，对，对 ，highlight 那两句。所以不要误会，我们又没入围这个项，然后来坐这里坐在那里。有，我们前面都是坐着啊。有啦有啦，对。我们今天资源很大，我们镜头都在我们身上。对啊，整个金钟奖都靠我们在撑了。然后呢，套一句老话讲，不管谁得奖，谁入围，谁得奖，我们谁都高兴，好不好？这是我们电视人的。Festival、Celebration、恭喜露露、谢谢仙哥。那要做四支哦，在中华路那里有在做。你我家里很多假的了，我终于要放一支真的了。放一支真的，开心开心开心。啊 ，OK 了。票选这件事，一直有人在吵公平不公平的问题。我都没有参与。你没有投？因为。我也疼惜那个，哇，他们都有听过了。鞋子很在意这个事情。嗯。我连直播都没有直播，就他们两个，对，他们在意是合理的。啊，他们所有的不公平，难道是对他们两个公平的吗？也没有啊。对啊，我们那个骑完那个重机游台湾。已经三个人都快中标了，我们的司机哦休息了一个多礼拜才能开车啊，那个叫小吴哥啊，真的，那我们都没有去讲这个，我们也要同情票，那就是说这个节目因为比较久，那明年哎还是有人气奖，搞不好人家饥饿游戏就拿了，都很 OK， 那很在意就是我们很开心的。明年再来，好不好？没有关系，但人气奖要放到后面一点，因为它代表的是唯一啊，我们今天这个整个颁奖唯一能代表观众的，只有人气奖啊，只有人气奖，其他对不对？比如拿纳税人的钱来拍戏的，没有收视率压力的。这样太危险，飞太远，危险。好，大概是这样。好不好？大概是这样。好，谢谢你们。在演那位也是。谢谢。大热门没得奖啊，你是不是心情一折喜一折忧？可以省下百万元。哦，你说什么？爱马仕啊，对啊，那就交割送爱马仕嘛。啊，对啊，因为我那时候讲说，如果我们得奖的话，我是送两个爱马仕。对啊。那可惜了，好不好？哇，你拿一个。对吗？你有做这个 ？OK 了。有啊，为什么没有？讲了就说到做到，没有讲。送宽筒蛋糕。讲了就说到做到。嗯。真的。没有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那这句话没有期限吧？啊，有。明年、后年都还有。明年再说。因为你开始没有蛋书，明年我期待之后。明年你再问嘛，可能又。不一样的答案。Surprise！ 歌手的时候有没有松了一口气？为什么松一口气？因为你就省了钱。哦、其实我没想到那个，我是觉得露露终于得奖，我觉得实至名归。露露得奖，没有人会有话说嘛？有话说吗？对吧，健哥？OK 吧？没问题嘛？我已经说那么多。喝一下，你喝一下，喝一下。我已经说了，没问题了。他没有话说。宪哥也 OK， 宪哥也开心，对啊。有吗？太棒了，他值得拿一座，真的。谢谢。好 ，OK， 你们吃点东西吧。辛苦了，谢谢你们，谢谢 ，Thank you， 谢谢。